这里有明星哎，哪里有明星啊？哪里有明星啊？哇，这是不是有点太惨了？这个，这不跟看猴一样吗？是不是？这太惨了，这好心酸呢，这过分了啊！戏精又开始演了。咱们跟这干嘛呀？给我们发配一下任务吧。咱就不说话，把外边的观众逗乐怎么样？好啊。表演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信号的，咱得先鞠躬让大家知道咱们开始了。好，然后开始，然后扒裤子。别呀，不行、哎、你们表演说没不拿我当道具啊，你人一个乐都没有。哎，还真是，这关咱俩乐了，太尴尬了。有什么哑语的包袱吗？咱不表演一个擦玻璃吧。哎，这有真实玻璃就擦不出来了。哎，没有一个乐的，这是挺尴尬的一个事儿哈。我们呢，因为现在是新店开业，然后我们的定制的模特还没有到，所以我们需要两个橱窗模特。可以换上这个衣服。好呀，我有点冷，你给我挑件棉衣吧。棉衣。哎，你看这不就挺好看吗？这个是吧？我穿上就好看啊。淡淡的好看，海军风。我咱俩 pose 一个来。往前走，三二一，定。十分钟啊，不许动。真的？真的。大家做个裁判啊，他们俩十分钟之内不许动，一动不能动，好吧？你谁动就尖叫，好吧？哎，给我开个门。你累不累？今天第一次见面，可不可？哎呀。哥，我已经有一些尴尬了，就得尴尬。我感觉这个十分钟时间真的好漫长，太尴尬了。刚才放了个屁，谁放了个屁？你给我说一声，我就在你腚后头。我的天哪！哥，把他搬走。哇，这真的好臭！我天哪！我的天！哥，你这里边有杀虫剂吧？杀虫剂？这么呛？哎，飘过来了。我的天，劲儿太大了！真的，还是用左屁股飘过去的。这要用右屁股，我天哪，这衣服不得黄了啊！这衣服。啊，时间大。哇！好了，谢谢大家配合，谢谢。你知道师傅多年前在橱窗里吗？就是在那个安徽卫视，我记得，记得吗？安徽卫视录那节目，给大家表演一个舞蹈，希望大家喜欢。上厕所怎么办？上厕所，上这里面。在那里面吃喝拉撒48个小时，很苦。你还记得你穿过师傅在橱窗里那件衣服吗？我记得，是吧？那黄色，黄色的，对。咱这个地儿还挺好的呀，最起码有个空调。有空调。咱们仨人在这儿的时候还算可以，还有的聊。刚才我路过的时候，我看见您一个人坐在这儿孤零零的，我一下就体会到师傅当年那种心酸的感觉了。能享福，能受罪，不耽误这一辈子。刚才泡的是硬的，能吃硬的，这会儿软了还得能吃软的，这叫人生哲理，听清楚了吗？拉倒。
同学们，同学们，赶紧来，七点一刻准时开船，可别耽误了啊！差一分钟也不等啊！这上船是怎么个上法啊？坐车走，走了啊！拜拜。拉我们仨过去需要多少钱？三个人拉不了，只能拉一个人。那行，那你就只能那只能让您先走了。我走吧，我到那儿去。对，我们现在呢就去打个车，我们俩先走了。得嘞。你先把钱给我，这50块钱是四哥给我的50块钱。嗯，这50块钱呢，其实我觉得肯定够咱哥俩打车。我回头还你行不行？不是，我不是还不还的事儿啊。你弟弟你也知道，你知道你弟从来没说跟师哥这儿吝啬给我抠过，但是我就是想把这50块钱变成我自己的。我想录完这节目，我能多挣50，所以我觉得节目当中咱尽量靠着节目组刷脸，咱能免费打个车这意思。喂，月哥。哎。喂。哎。我是那个九南，然后我跟九良在一块儿呢。啊。我们哥俩想跟您商量个事儿，哥。你说。我们俩想打车去找师傅去，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钱，您能给我们转点钱吗，哥？我听不清。喂。哎，哥，您听得见吗？喂，我听不清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说我跟九良啊没有钱了，您能不能给我们转点钱，我们打个车。喂，没事了，哥，您注意健康。拜拜吧，吝啬鬼，这句听见了是吧？哈喽，小谷。我们是要每个人上船要投币是吗？对，投多少币啊？连在一起的是5个，一人5个；单支列的是一人10个。单支列的，来吧，那咱俩投吧。不，够了，走，5个，走。月哥，这边瞎跑什么呀？月哥，我得看见您了。您是不是穿一短裤？哥，您别生气，哥，您有点不高兴了。快点，这马上是要倍儿吗？哥，您10个，快点，你帮我付啊，就这几个了。付什么呀？我只有10个。10，你俩还差4个，那你上里边再借去。我俩真绑一块了，哥。这给人打电话，让他出来接你来。好吧，我再给您拿4个吧。来，给你拿4个，拜拜吧。行，进去吧。行吧，真的，一个倍儿都没了。今天一天净花呗了。